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长泰。我们去 OmniGraph for Mac 的课程，这节呢，我们学习一下复制形状。好，首先我们预览一下本节的知识点。本节知识点呢，分成三个。第一个呢，就是首先看一下目标案例。我们在未来几节呢，要绘制一个同样的一个组织结构图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学习思维方式呢。那其实就是包括了左脑思维、右脑思维，了解一下这两种思维方式及在绘制过程中的差异。 那第三个知识点呢，就是复制的方式。那复制的方式呢，一共有三种。第一种呢，就是传统的方式，Command C、Command V，拷贝粘贴。那第二种呢，是 Command 加上 D。第三种呢，是按住键盘的 Option，然后拖动。好，首先我们看一个示案例。那这个示案例呢，是我们在未来几节要做的练习，要做出一模一样的一个组织结构图。 那这个组织结构图呢？我们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啊，就是通过这个大纲的形式，我们看一下，可以点一下左侧的这个边栏，然后呢，通过大纲的形式，我们再点击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组织结构呢，一层层的去绘制。那比如呢，经典 F 啊，再回车，那可以这样方式来添加。但是呢，在本节啊，应该说本章的几节练习中呢，我们需要呢，通过手工的方式啊，就是一个元素一个元素的绘制，然后呢，进行连接，形成这样的版面。 那这样呢，其实就有两种不同的绘图方式或者是绘图风格。第一种呢是直接通过这个空心字，也就是大纲的区域呢，直接添加内容，然后呢软件帮我们生成组织结构。那第二种呢是就是我自己手工啊，一个个的元素绘制，然后呢再通过线条进行连接，再填充颜色。那这种呢是纯手工的方式。 那这里呢，简单介绍一下左脑思维和右脑思维。那我们人的大脑呢，左脑主要负责数字、逻辑等内容；那右脑呢，主要负责形象、气味、声音等内容。那所以说呢，左脑、右脑呢是相互配合的。但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啊，每个人使用左脑、右脑的比例呢会有所不同。那一般来说呢，男性的左脑思维，也就是理性思维呢，会略多一些；女性的右脑思维，也就是感性思维呢，会略多一些。 那目前比较认同的是左脑和右脑啊，建议平衡的去发展。那平衡呢，不代表着停止。那就像我们的左手和右手，我们都可以这个去健身，让左手右手呢这个肌肉长得更多，更有力量。但是呢，建议左手右手的力量啊是平衡的。 那所以，当大家看到这张组织结构图的时候啊，有朋友可能会立刻去想，我要用这种大纲的形式去绘制。有朋友呢会觉得这种方式啊太无聊了，我想呢通过这种手工拖动的方式去绘制。那有朋友呢甚至会想，我希望呢在这个本子上呢用彩笔去绘制。 那我个人的建议呢，就是多方面的去练习，左脑右脑呢都要去练习。那我们既可以通过这种空心字左侧大纲的方式呢去绘制，也可以通过这种创建一个元素，然后呢连线，然后设置颜色的方式去绘制。那平时呢也可以在本子上呢练习绘制。 那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，包括练习学习中呢，我建议大家不要走极端。那可能有朋友会想，那我就是一个理性的人，我不考虑感性的事情。有朋友会想，我这人就很感性，我从来不理性。那这样呢，其实都是不好的。我建议大家呢，平衡的去思考，尤其呢要关注自己的短板。假如说你之前呢是非常理性的，那不妨呢多做一些感性的训练。假如说你个人呢非常感性，那不如学一些理性的思维。 那一般来说呢，当我们在企业里发展的时候呢，我们面对的同事啊，分成三种。第一种呢是偏感性的人，第二种呢是偏理性的人，第三种呢是感性理性相互平衡的人。那一般来说呢，第三种人啊，在职场的发展呢，会相对顺利一些。那大家呢，可以在平时工作中呢，留心观察一下。那我希望大家呢，能够做到理性感性相互平衡。 那当我们能做到理性、感性相互平衡的时候呢，我们既能够很好的通过老板的语气、他的情绪理解他的工作要点，同时呢，我们又可以非常好的拆解工作、部署工作，然后呢执行，再交给老板。同时呢，在执行过程中呢，我们可以很好的了解下属的情绪、下属的工作状态，和他们交流，让他们更好的完成工作。 那关于左脑和右脑，理性和感性呢？我说了这么多，那目的呢就是希望大家在平时的学习、工作、生活中呢，注意自己的短板，让自己的左右脑呢平衡的去发展，平衡的去进步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学习如何去进行元素的复制。那首先呢我们先新建一个版面，好，那就是第二个是复制形状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调整一下这个版面的位置。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练习的这个。 目标啊，就是一个组织结构图。我们看到第一行呢有一个元素，第二行是三个，然后第三行是六个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元素大小。我们当点击上去之后，我们看到是四厘米二点零八。那为了简化，我就做四厘米和两厘米了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绘制一个矩形。那这矩形呢，可以先不管尺寸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进行选择。然后呢，这里改一下参数，呃，分别是四和二。好，那就完成了第一个矩形的绘制。 首先呢，我们尝试一下第一种方法，那就是 Command C 加上 Command V 进行复制。我们先选中这个对象，然后呢，Command C、Command V，我们看到啊，这有点变化。我们拖动一下，我们发现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对象的复制了，只不过说这个对象啊，基本上覆盖在原有对象的上面。 那如果每次这样复制啊，就非常的麻烦。那先需要复制粘贴，然后再把对象拖动到一个新的位置，非常麻烦。我们试一下另外一种方式啊，先选中这个对象，然后呢按住 Command C，然后呢找一个区域啊点一下，比如呢这里我们点一下，然后按 Command V，我们发现呢这个新复制对象啊就放到我们点击的位置上面了。那我们第一次 Command C 以后呢，可以连续的进行粘贴，比如再点一下这里，再 Command V 一下，我们看到又复制了一个新的对象。 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种复制方法。那第二种方法呢，就是先选中一个对象，然后呢按键盘的 Command 加上 D。那这时我们看到这个边缘发生变化，我们尝试拖动一下看一下，那发现呢其实已经完成了复制。那 Command 加上 D 的复制方法呢，好处是复制方式呢非常的快，只需要按一次快捷键就可以了。但问题是啊，不能指定复制到什么位置。那这两种复制方式呢，是在 Mac 下通用的复制粘贴的方式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m a c g r a p h e 独有的。 那接下来呢，请大家注意我的操作。首先呢，我将鼠标呢点到空白区域啊，取消对任何对象的选择。然后呢，按住键盘的 Option，然后呢，这时候呢，鼠标拖动到，应该说放到某个元素上面。大家注意啊，我并没有去点这个元素。这时候呢，我直接拖动鼠标，直接拖动，拖到一个位置，那这个元素呢就复制好了。那大家注意是可以连续复制的。比如呢，我看到这个元素，把鼠标放上去，然后呢，直接鼠标拖动，那再复制一个，那再进行连续的这个复制。 大家看到啊，这种复制方式呢，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快。好，那这是五个元素啊，应该还少一个。好，那我再复制一个对象，那放到这里。那三种复制粘贴方式啊，我们已经学完了。那我们回顾一下本节的知识点。 那本节呢，我们看了目标案例。那本节呢，主要是复制目标案例中的形状，也就是句型。那接下来我们学习了思维模式啊，分为左脑和右脑，建议大家呢弥补自己的短板，左脑右脑呢同时进步和发展。那接下来具体的复制方式呢有三种，分别是 Command C、Command V 这一种，第二种是 Command 加 D，这两种呢是 Mac 下默认的公用的啊，就是很多青少年都是可以用的。 那第三种方式呢，是在 m 我们 a 光谱下呢最为推荐的。那这种方式呢非常的快，也同时呢能,能指定位置。那这种复制方式啊，其实在 k i n d l 的下呢也可以使用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本节的全部内容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